现在在家里，妈妈就是每天碎碎念啦。妈妈终于要工作了，回家终于看不到妈妈了。哎呀，先绑紧身 QQ， 因为下面这位妈妈跟你相反，备好三件防护衣，准备飞奔儿子怀里了。其实我在拍戏之前，我会先去一趟新加坡，我这个月底就先走这样。然后回来就工作这样。我两个儿子很可爱，他们每天都在倒数说妈妈什么时候会来。过年我就是跟儿子过啊，我是专程去新加坡陪他们过年这样。对，然后过完年回来隔离一个7+7+7，其实差不多就要进组拍摄了。至于在上一档新。